哎，秀兄弟，我来做纸布。你是神树果实变的，那小时候不也跟这些神子一样，佩服趴在树上？魔国重点来人不入。哎，这应是神界之物，其中蕴含着无限灵力，有镇压魔界煞气之效。没错。你背上的那柄剑，为了突破迦罗罗魔的包围，不得已擅自拿了此剑。此剑有神族气息，应是你旧部之物，现在归还。这剑是万刃的佩剑，此剑主人乃是一位奉命追捕魁宇大人的神将，之后因认同我们的理念而加入了天魔众，但他数百年前为了守护天魔国而英勇牺牲。这剑你拿着吧。我不用天魔众的剑，也不想与你们为敌，只希望你们将春姿剑归还于我。就像你们不会带着解药来魔界一样，魁宇大人同样不会轻易地将春姿剑还给你。归根结底，是我们之前并无信任。况且，神族兵器都有灵性，他既然认同你，现在就是你的剑。魁宇大人现已在大殿等候各位。多谢，我们这就过去。石碑草。
你的伤好些了吗？已无大碍，你先随幽莲休息，我有事与月姑娘谈。去吧，我们是来带小秋回去的。回哪里去？天师门还是天域？什么？那些孩子你们也看到了，子秋原本也是其中的。他们是神族之子，他们的父母皆被神界迫害。情爱之事乃神界律法严禁，违者永求天域，何谈迫害？神族成员强大，不可无律法约束，然严刑峻法太深，不容一己自损族裔。确实是，天域位于大荒边境，清气日益稀薄，更何况其子女何罪之？我受他们生前所托，劫天域救出这些孩子，可惜在撤离时被敖虚发现，再一次得到他的消息。改造子秋天赋异禀，可引神界之力，令人须臾间强如神魔。敖虚借此异能施咒控制，强附于其身以现世人。所以魁宇才会在战斗时那么顾虑小秋。若真是如此，我们可以带他到其他门派。哼，天真。子秋一旦回到人界，他留在魔界，依靠六界屏障，才能不被敖虚利用。我不相信，你们自甘堕落成魔，有放纵凶手。天魔众并未自甘堕落，也与凶兽无关。根据天域记载，记载就一定是真相吗？我劫狱不假，但只为带走神子。若破坏天域，必会招致祸患。此等阴鬼手段，令人不齿。况且，天域的记载，哼，敖虚自然想怎么改就怎么。天魔众善恶不明，不能太信任他的话。你们相信与否，与我何安？便是毒瘴特有的剧毒，我也已解决。任天魔向来独行，无需仰赖他人。此番子秋会留在这里，今后的千百年里，和其他神子一起修行，成为天魔。堕魔与你无关。跟子秋告别后，秀兄弟，魁宇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我不知道。月姐姐，小秋回想记忆时觉得头疼，有些不对劲儿，是否有可能被某种咒术封住了记忆？咒术？会不会是敖虚为了将子秋改造为神域之媒才下的手？也可能是魁宇。这些疑惑都可以在小秋身上找到解答，我们去见小秋吧。子秋现在在房间里休息，你们可以去找他。休息？是因为堕魔吗？难不成会有什么隐患？他们的方式不会。天魔国可以阻挡煞气的侵入，他们可以借助纯净灵力，利用少量煞气慢慢转化身体，成为天魔。但以神族之身接受煞气，总会有危险吧？总好过在天域中灵力枯竭。他们就是在天域中无法获取灵力，才一直无法长大。难道没有别的办法吗？有，但更为凶险。子秋在内仅存下八个神子，魁宇大人一定会保护他们周全。去看看子秋吧，他的房间就在主殿的东侧。
魔宫重地，百兽之初。姐姐，你们来了。小秋。姐姐想问你一些以前的事情，若是又头疼，就不要勉强。姐姐会问我这个，是因为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只要能帮到姐姐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你记得来到天师门之前的事情吗？小秋，别勉强自己。小秋。师弟，这子秋的记忆被封印过，是神界之术。神界之术，那果然是敖虚那家伙搞的鬼吧？并不能确认是敖虚所为。不过，既然是神界之术，我可以试着进入子秋被封印的记忆，找一些线索。这法术会对小秋？若子秋不是，我会立刻停止。好，那试试吧。手上也有这个无字印记呢，和我的一样。我好讨厌这个字啊，那个凶巴巴的玉官说像我们这样的孩子才会有。哦，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多久啊？不知道，我好想出去玩啊。我听说人间有很多好玩的东西，人族很喜欢研究这些。嘿，我弟跟我说过人界，他还有几个人族朋友呢。哦，好厉害啊。等我爹从那个叫什么我忘了，就是那个地方回来之后，我求他带我们一起去人界玩。嘿，好啊好啊。不过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子秋，你醒了，过来说说话吧。接我了。
眼睛为什么睁不开呢？爹爹，阿娘，我好怕。一个人待在这里，这便是天域时的记忆。跟着这些彼岸花前行吧。春日的太阳，每次看他笑都会觉得暖洋洋的。父亲要严厉许多，不过他有如高山，在他身边总是很踏实很安心。我想小秋的爹娘也一定是如此。应该没有别的讯息了，离开这里吧。从此处应可脱离子秋的记忆。姐姐，你的歌声好好听，我总感觉听过好多好多次。想听的话，我随时都可以唱给你听。你现在好些了吗？已经好多了，就是感觉头晕晕的，想要睡一下。好，那你睡吧，等醒了姐姐再陪你玩。师弟，情况如何？只能看到一些模糊的记忆碎片，印证子秋的确曾被囚于天域，但未看到魁宇劫狱的情景。不过我确实在他的记忆中感受到了魁宇的气息，并且很温柔。虽然如此，但将他留在天魔国我还是不放心。可若真的强行带他回人间，又可能重新落入敖虚手中。若是能了解敖虚目的为何，我也好判断
是否能放心将子秋交给天魔钟。我有一个办法，不知道能否帮到师姐。你说。赵胆为神界审判之所，而天域囚犯被关押前都必须经过审判，拳手谢志一向公正严明，他的审案记录不会有假。哦，只要确认魁宇说辞的真伪，那将小秋留在天魔国，月姑娘也能放心了吧。好，就去赵胆。至于小秋，让他暂时留在此处较为安全，无论魁宇是否肯信赖，起码他是真心想保护这些神子。嗯，我也这么想。那我们去向魁宇辞行吧，早日探清魁宇的立场，我们也好行事。值了，不仅到了魔界，还能见识神界，以后可有的吹了。修武兄弟，你去过赵胆泉吗？在神界，我从未去过春姿泉以外的地方。哎，早知在神界，那你认识什么神界里就将他特别厉害的人一并出去就好了。我只听从春姿泉手调遣，与众神并无交集。真没劲。
不得入内。居然受伤了。全是伤了。虽然严不过伤身体，红肉无关人口无靠近。清凉之术真好啊，要是我也会跑。天魔大人真好啊，愿意给我们施清凉之术。口腹之欲何听之有啊？虽然严不过伤身，红肉实在太好吃了。行，就再去吃一天。清凉之术真好。Thank you.
快去。要是能弄几个魔龙蛋来。激烈了，该怎么办呢？得再加点兽脚粉，这样一定就更美味。事情办完了就快走。买好了就离开吧。好了，可以吃了。月姑娘，你老实告诉我，明叔门是不是不给修兄弟东西吃？这东西为什么他吃这么香啊？应该是给了。月姐姐，不要真的开始怀疑自己啊。要吃什么？得再加点兽脚粉。少啰嗦，是要什么直说。灵气皆有灵，需尊之敬之。莫让戾气蒙尘，
灵气皆有灵，需遵之敬之。灵气皆有灵，需遵之敬之。何事？老头子，要什么直说。行了，钱给你。少啰嗦，要什么直说。你们想去赵胆泉？是的，我们并不怀疑你是真心想要保护小秋，但还需要决定性的证据。另外，我们更需要知晓敖虚到底在预谋什么。既如此，我就等你们探查清楚。方才那首歌，那首歌是子秋母亲经常唱给他听的歌。什么？看来即便没有了记忆，子秋也还记得明艳的存在啊。而你也很得子秋信任。因为我绝对不会让小秋受到任何伤害。拳动荡，似有神界在背后操纵。那修吾似乎同幕后黑手颇有渊源。魔尊，神界绝地天通已久，现将九拳动荡归罪于神界，仍属臆测。还请魔尊静待真相查明。恳请魔尊给予一些时间。好，天魔女，但是本座的耐心是有限。多谢魔尊。奎宇大人，子秋不好了。魔尊大人，这里是赵胆泉，那尊雕像就是依拳手谢志大神形象所塑，只有神族才能查阅赵胆审判记录。你们在这里等我。对了，神尊曾言，赵胆分内外空间，卷宗置于其内，审判行于其外。此处氛围与方才所见不甚相同，看来便是内空间了。要确认奎宇所言，需找到奎宇。
这月洞门原来是洗楼间的通道，赵胆洗楼应按伏羲大神所制的先天八卦排列，眼下杂乱无序，看来还要费些功夫将其攻破。不过该如何确认八卦方位？此处有神族讯息，依此描述需将两座洗楼归于正确的位置，才可调阅一段审判卷宗，而所对应八卦方位的提示就在这洗楼之上。魁宇之罪，天女魁宇不扰乱审判是有何不满？魁宇并无不敬之意，只是还请诸位长老与庭上再多考量。有位部下求情，和他们私通触犯天规，已有运可做铁证。巨明也有孩子了，庭上还请开恩。赵胆裁断已决，不可更改。诸位长老，经三族大战，神族折损甚巨，连续将如此多神将治罪，对神族战力影响甚大。他们也曾为神界立下战功，可否？胡言荒唐！神族长生久世，然神族若犯忌生子，此次挤走灵力，多如蝼蚁般，如可知晓？魁宇知晓。罪深自甘多，放纵其欲，减损神族之荒野行径，藐视天规，危害神界。如身为新神族首座，竟不顾神族兴亡大局，为那些自私的罪犯开脱。正因如此，在座诸位长老方明定此条戒律，否则长此以往，神族将步入衰败之途。中央的光球在向四周扩散灵力，洗楼靠近时则会被此股灵力推离。应不是难事。
们罪有应得，但神子们无辜，缘何一并打入天域？神子们身为神族后裔，待其成长，亦可为神界助力，还望开恩释放。荒谬！非天地塑造者，绝无资格称神族。啊！汝身为新神之首座，理应约束部署。若汝擅尽职责，便无今日之事。天域苦寒无比，还请允许阔玉探视他们。无礼！我今日擅闯赵丹，已然逾矩，纵容部下亦难辞其咎，质疑赵丹审判更是不敬。还请赵丹判魁宇渎职于藐视神界律法之罪。谢志，按律魁宇应如何惩处？按律应免去神将之职，禁足千年。魁宇，汝诸多过失，今起贬为狱卒，至天域守门千年。是。玄女明鉴，魁宇对神界早已心怀不满，应贬为凡人，逐出神界，缘何派往天域？魁宇罪不至此，可徐徐教化之。况且天域隶属汝管辖，本座就将魁宇交汝看管。是。天地依旧闭关，不问世事吗？是。神界庶务由本座和众位长老共持，尚可维系。只是神族成员如此有减无增，或同汝所言，将有衰败之虑。下官身为刑狱长老，必定严刑峻法，以儆效尤。天帝似乎早有预见，闭关前曾在春姿尝试新的塑神之法。哦，可已有造化出新神？未知。春姿乃神界禁地，为九泉结界所隔绝，天帝严令非犬首不得擅入，本座亦无处得知。新的塑神之法多了一个光球，释放的灵力竟与另一个完全相异，不过此二者的运作似乎都有迹可循，当可应对之。敖虚，
魁宇劫走八名神子，叛逃魔界。此案姿势体大，天域唯汝管辖，却看管不严。本座与众长老决议，罢去汝神界长老一职，不得再参与神界事务决策。汝全能仅限刑罚，且天域狱官代乎职守，亦命汝承接其位。本官领受。然魁宇不仅叛逃，更唆使众多新神族追随其叛入魔界，令神界威信荡然无存。恳请诸位长老立即下令，出兵征讨。敖虚，天地绝地天通之后，严令神族不可擅自离开神界，更不可轻易再开启战端。如欲违背天地旨意，此言差矣。吾等为尊贵神族，遭此奇耻大辱，岂可容忍？不剿灭魁宇等叛逆，神族如何立足于六界之上？敖虚，本座理解。但若神界出兵魔界追剿，无异于挑起大战。三皇所立之停战协定，本座不可违背，神界不可违背。本座只能应允，若叛神离开魔界，本座即刻发令缉拿。若叛逆始终不出魔界，岂非任其逍遥法外？劫狱案卷之子为替凶手，魁宇所言或许不假，暗报八名，视为七名，劫回子丘，但隐瞒私藏。
拳手。冰泉女，原神树之护养天女，醉神西瑶，按天归鹰夺之形体，并集精神继续护养神树，现已将其送至神树行刑。西瑶殊为可惜，竟为私情而窃神树果实，犯神界大忌。因春姿泉与神树息息相关，西瑶方被长老们选派兼任春姿泉拳手。汝自请戴罪立功，为神族看护命脉。西瑶也已将春姿药环交于汝，汝需恪尽职守，不得有丝毫懈怠或存私心妄念。敖须定当竭尽所能，不负重托。春姿泉为神界命脉，汝任拳手期间不得离开神界。遵命。这就是神尊拳手之职的由来，但魁宇与春姿拳手的相关记录均无凶手线索，必须查清这件事，凶手之罪。不好！修大哥已经进去好一会儿了吧？怎么还没动静？再等等吧。哎，阿尤去哪里了？你在记录有关赵胆的见闻？神农九泉之中，赵胆和春姿为神族所占。我们村子的历任拳手都无法探知这里的情况。好不容易能来一趟，这儿的一切我都要详细写下来，带回去收藏。就是不知道哪里是泉眼。之前说，三族大战是为了争夺九泉，那赵胆和春姿是神族的战利品吗？不完全是。据传说，大战之前，神族就已经独占了春姿。春姿净化下界浊气，并滋养神树，神树再产生清气滋养神族。赵胆泉原本是神族裁决三族争端的地方，那时三族还把神族当老大。但三族大战，绝地天通后，神族就只用赵胆来内部审判了。正因为神族是胜利的一方，自古以来神族都以上位者的姿态看待其他族，人族曾盲目敬畏神族。月姐姐，修大哥怎么还没出来啊？修吾到底都查了些什么？这都大半天了。再等等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镜子好强的灵力。我知道了，这面镜子才是赵胆泉。那石像动了。师弟，抱歉，是我欲强行查阅凶手记录，没想到触发了不明禁制。没关系，先应付眼前。小心！赵胆拳双位数，剑上。每个拳不都只有一个位数吗？这里怎么有两个？欺负人呢！赵胆，天地无双。等着寻到机会，我们就离开这里。
千眼神法，快点再走。哎，你这狗啊！擅闯赵胆，谢之大神，还请停手，退去。无须，彼等为汝之部属，管教不严，还请谢之大神见谅。既是汝之部属，查阅卷宗理所当然，刑罚乃汝执掌，彼等由汝处理。汝缘何径至赵丹？缘何引起骚动？参见神尊。汝是那人界女子？是，我等为协助修无神将维护人界的修仙者，因神子被劫，无法与神尊联系，不得不随机应变。确实如此。回答本尊方才疑问，缘何至赵丹？还请神尊恕罪，我等未能阻止天魔劫走神子，无颜面对神尊与世人，为弥补过失而来。哦，之前我等遭遇天魔众，虽竭尽全力，奈何其太过强大，让其带走神子逃脱。为弥补过错，我等特意寻得独杖拳手相助。小的是独杖拳手，见过神尊。在他的帮助下来到这里，因听修无神将所言，赵胆存有魁羽罪行之记录，因此我等想来此查询研究其弱点，再潜入魔界将其擒住，夺回神子，以不负神尊之期望。没想到造成神尊困扰，是我们的不是。魔界已有所警觉和防范，再行潜入已更加困难，本尊也不忍汝等白白索命，汝等先回人界，静待时机。静待时机。汝受伤了？属下记忆普京，不敌赵坦卫术。汝身负重任，需小心谨慎。谨遵教诲。去吧。敖虚此举不知是何意，他难道怀疑我们在调查他吗？师弟，你调查到魁羽劫狱释放凶兽的事情了吗？师弟。啊，我只是有些头晕。可能是刚才在赵胆消耗了大量灵力，等我们到天魔国休整一番再做打算吧。